我们也很惊讶，我跟你说真话，我都不会烙那个煎饼。他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也他没有弄成，是老师在旁边给他引导，然后孩子们他很聪明，真的是很聪明。孩子们会在这个课前他们讨论，我今天去烧火，我摘菜，我洗菜，我洗碗，然后分完之后孩子们就开始开干。他们我发现孩子们根本没有时间吵架。做大蒜啦，现在的孩子就是和这个电子产品接触的有点多，其实咱们平时家长没有给孩子一个平台成长还有展现的空间，我就特别注重孩子劳动这一块，家长特别的支持。我觉着同样是上幼儿园，不一样的这个幼儿园不一样的收获，就是他长大之后也会有不一样的童年回忆。